哦，这里是那个新竹北埔，哎，哦，这个有一个导览在这里。哦，那个里面有可以展览了哈，啊，这是他们的老街，哎，北埔老街。来这边哦，啊，古色古香哦，全部都有，哎，连这个台车也很特别，嗯，哦，黑猪肉、原味高粱，一只35，3只100，哎，因为这个刚进来的哦，的景点哦，我先进来看一下风景。有一个导览图哦，庙前古迹第一条街啦，嗯，这是他们的哦现在的位置，嗯，哦，真的都是古色古香的，哦，那个门好像没有开，嗯，哦，这个是私人的，私人土地的，私人住宅，哦，现在还有在住，拿高一点啊，照一下，这是人家的住宅，哦，这以前这边哦，客家庄哦，可能是。那个，私人住宅，哎，都还保留住。那个可能没办法哈，哦，参观哦。那这是他们的哦行阿弟，我们来看一下行阿弟哦，他们的生活机能，哎，哦，都还在哦，啊，这么。旧的房子都还在，哎，阿公阿妈阿祖的拢啊都还在，哎，啊，这家是什么博物馆呢？哎，老聚落吼，宝，哦，博物馆。哎呀，这个门呢关起来还没开放。来这边哦，哦，里面那个巷道里面哦，行阿弟哦，来看，哇，还有一个什么？哦，水井茶堂哦，啊，这个也是个餐厅呐，啊，也是很别致的哦。这个什么？哦，水井茶壶，哦，以客为尊，消费，哎，非消费请勿进入哦。啊，我们就外面看一看就好哦。哎，哦，我第一次看到哦。哎，有点严肃了哈，哦，啊，哦，这个干阿日本的哈，哦，哎，走进来好像哦，这个叫做水井巷哦，北埔的水井巷，哦，好像那个日据时代哦，日本时代。就是他们哦，啊，客家庄哦，啊，他们的生活哦，的面面也都很特别哦，啊，这个哦围篱哦，这个都还在住哦，这是有一些是开店的啦，哎，以前都好像那个。打那个古代片一样，哦，啊，什么广福客栈，哦，啊，什么山庄的通通有，哎，这条路叫做哦秀峦街，哦，这里有一只小可爱，哎，
这个好，很旧的房子，还有那个一台车子停在这边，哇，这个都好旧好旧的，那都是以前的小巷子，看看这边的民俗文化，这是人家的住家，有的有房子有翻新，你看到这个也是古董，这个信箱很特别哈。我们来这边拍照就是要拍一些特别不一样的景观哦。如果都已经人造景观哈，那个都非常漂亮，也要有时候看一下不一样的景观。这边北埔老街这个如果假日这个人潮会很多，对，这个他们这边都卖板条比较多，这里是老街，这些那个店都可以吃，客家的料理很多，这家我上次也有来吃过，老街板条，这家生意很好，生意很好，假日你看都有那个采访照相都有，这是他们那个的产品。他们这边有卖一些很特别的都是那个起柜柿饼。这个都三角窗的这个都盖了餐厅都盖新大楼。这边的话是庙，这边的庙现在在整修。这有一家。他们都卖汤圆的板条客家小炒的小吃。要到那里的系统。这家老板又在介绍他们的产品。先来一杯。杏仁茶，全世界只有一家你看那全世界。全世界干一间。它有两个观察重点，第一。我这样倒你闻不到杏仁味，有闻到杏仁味吗？没有，来六公分才闻得到，试试看啦。不用喝没关系，六公分才闻得到杏仁味。喝起来口感像牛奶。喝起来像牛奶。口感要像牛奶，咳嗽才会好。台湾只有一个人会做啦，刚好那一个人就是我。如果找得到第二位的话老板悬赏20万台币。来跟我领20万台币，因为我也在找，我找了20年没找到过。这样子人当然是一个对呀。你也不是双胞胎。你那卡过来找，要赚20万哦，真好赚。卡过来找嘞。真好赚哦，20万，那你要跟比赛。我这用落去全世界看人，够介同款嘞，可能无啊。欢迎来欢迎来。来踢馆还有一样东西来。还有一项。这个花生糖如果做得比它更好吃的话这个花生糖如果做得比它更好吃的话，10万。这个10万。先试看看。这个10万。这个10万。因为花生糖有可能找得到啦，但是杏仁茶找不到了。烛光，任明烛光来找烛光的老板要钱。
哦，主要这都是主光老板，哦，啊，大家记起来吼，迄、哦、十万，啊，智能茶二十万，啊，咱两种拢有三十，啊，两种拢有三十，哈哈，啊，我二十你家己报啦，到五十好啊，谢谢啦哈、哦，哦，这间头家真正是哦，跨下海口呢，啊，看恁发多人比较厉害无？我内底嘛，巷啊内底嘛，佫一间啊，叫啥物？哦，这北埔街三巷，吼、哦，这间真正，有一条巷啊行入来，真正哇！哦，啊，东方美人茶，哦，台湾老茶，哦，啊，紫烧，那迄落都哦，柴烧啦，嘿，哇、哦，这块空房吼啊，啊做留落来哦。广智雷茶馆，哦，啊，一间休困啊，哦，之前来都走大马路而已，没有走进来看，哦，原来这边哦，哇，乡下的更乡下，哦，我这这荒废啊。啊，荒废隔壁阁一间，吼、哦，古道茶坊，嘿，哦，这唔知是迄落清朝时代哦，哈、啊，这款所在看起来可能甲清朝的时代同款，哦，这个还要走过去，我们先走回来好了。哦，今天要介绍这边哦。哦让你看的眼睛都亮起来，欸、水汪汪。哦，啊，一间干妈店，哦，啊，一间有历史的哦。哦，三零年代呢，啊，我还未出生呢，诶，人咧三零年代都已经阿嬷的干妈店，诶，人咧经是，哦，这阿祖级的拢还搁伫咧，哦，啊，物件啥物佚佗物啊拢总有啦，啊，恁若来遮，我庙边一间，哦，来看看，逐项都有啦，哦，什么东拢有，诶。啊、之前我都在那个老街那边逛而已哦，这边庙这边我也没有来过，哎、欸，走进来这一家，哇，这一家真的是，你看它上面那个叠啊呢，这叫叠啊厝，哎、欸，哦，你要看到这款的吼，哈、啊，哎、欸，有一些那个新的景点哦，虽然有这个干妈店哦，跟这一间是不一样的，哎、欸。好，啊，咱来去个内底看一下。我在整修哈，啊，我没有进来过，不晓得可不可以进去，还可以了。进来现在都要戴口罩哈。那北埔这边哈。看起来真的是哈、哦，让你感受到哦，这个古色古香呢，哦，很特别，不一样。嗯。哦，它连这个哈、哦，它这上面的牌楼 哦都一样。哦，这个都清朝时代的那种味道哦，每间庙都是就是那个，哎，很久的。哦，我们一边照哈。哦，啊，旁边的后花园。哦，这边没有那个了。
这个都有历史的，哎，如果要看更详细的历史哈，那就 Google 看一下哈。啊，我来这边哈，看一看是啊，是报个景点，让你们知道哦。啊，你们知道的话啊，要详细这个历史的话是看不完的了。哎，每个地方的都不一样，哈。哦，这个是财神呐，哈，李斗殿，哎呀，哦，在心里啊，哈，啊，不必大家哈，啊，全部了哈，啊，拢安尼平安，哦，啊，大赚钱，哈。啊，旁边这边侧门是，这个院门关起来，哦，啊，这边有那个阿纪啊在整理那个花圃，哦，啊，它里面哦北埔的庙口，哦，啊，就是这样子。这个都还在，哎，这种古董哎，哦，哦，它里面的全景就这样子，哦。那个有些哦，啊，比较老旧的，可能那个要翻新了，哎，啊，还在做工程，哎，哦，北埔在哪里哦？新竹的，新竹的北埔。客家料理的那个哈，卡多洛古哈，啊，这树啊砸掉的，蛮辛苦，哎，哦，那客家料理哈，啊，大部分都是这一些，哦，他们的料理哈，哦，料理菜单，哦，这个都比较旧了一点。这里有一个围篱，哦，那里面可能也是，那是没有让人家参观的，哎，搭上来一点看看，哦，因为我看不到。哎，不晓得有没有照到了，哎，是。这前面也是人家的住家，哎，哦，啊，他的化妆室，哦，啊，就是在那个庙的旁边，哦，啊，这样绕过去，哦，啊，在旁边看，很方便，哎。北埔食堂，哎，这还没营业，哎，
灰啦哈、哦、啊一些产品。这是他们的装饰品，哦、白色，哎、嗯。哦，纯客家口味，哦、这个老板也很会做生意，哎、嗯，哎、嗯、也有人在那边观赏，哈、哦，哎、嗯，祝他好运，哎、嗯，哎、嗯，不然30万要飞了，哎、嗯，要跟他拼要30万，哦。哦，它里面的哦，庙前古迹哦，第一条街哦，好、哦，哦啊，他们这边都卖了好多特别的、哦、黑糖糕啦、哦、八戒啦、哦、都很走的、嗯、就是老街、嗯哦、那客家抹茶怎么口味这么多？对，这个是凉糕，这个是水果凉糕。哦，它这个是水果凉糕了。但是他们的风味口味很多种，哎、欸，好好好，要带一盒来吃，要不要请你吃一盒？谢谢，哦，那个老板娘哦很客气，哦还要说要请我吃一盒，嗯，要跟我那个免费吃啊，我不好意思了哈，帮他介绍就好了哈、哦，啊就在这个庙前哦，啊这个三角庄哦，啊在这边的话哈。哦旁边客家板条哦，那的前面哦，摊位在这边，哎、欸，做人还蛮实在的，很客气哦。那看我在录影，说要送我一盒，啊，好好好，不要嘛，谢谢谢谢啊，感谢。哇，有这么好了啊，要不要送我几盒吃？不用钱，啊，那唔好啊，歹势哦。哦，这个嘛，这个名称的嘛，啊，练巴来，嘿，练巴拉来，嗯、啊，来这边哦，啊，街道哈、啊，看一看，啊，有很多都卖那个柿子，哦，啊，那一家哈、啊，你看，哦，这个一家也是，啊，开得很大间，哎。哦，这些有些都号称有历史的哦，啊，几年的老店，哎、欸，我们先把这些哈、哦、啊，有一些逛一下。哦，你看，那那好多种啊、哦，都可以混搭、啊。对对对。哦，这个家，哎，那个东西也是蛮多种的，哎，料理很多。哦，我这一家够特别，还、啊、有电视跟他报道，这是。哦，台式的哦，台式就又来把他们报道这一家。台商萝卜糕。哦。哦，这一家一定做得很好，人家才会
他会来跟他报道，哦，联合报也报道了，啊，惠环电视台也跟他报道，哦，深山里的柴烧萝卜糕了，哦，这可能是头家年饭，哦，然后个对啊，叫很特别，你看，啊，这么大块，啊，叫要把它，这又是平常能够把它卖完，嗯，一天卖几个掉啊？哦，这个生意一定很好。哇，这里有一个黑猪肉，新竹这边的啊，风都很大啊，新的风。哦，这里这一家还是，哎呀，哦，蛮有特色的，哎，百年老店。那边有新都现煮的哦。出名的都是客家那个擂茶，哦，那好多种，哦，还是马蹄年糕，啊，人家都现做的，哎，都新鲜又好吃。哦，啊，这嘛，搁一间百年老店，哎。这个哈，哦，都是，这个是，哦，扛棒是新的啦，哦，我人这哦，拢大部拢家己做的，嘿，都自己做的，嘿，哦，还有的盖那个楼房哈，哦，还有的一样是，哦，老旧的房屋把它保留下来哦，啊，开店，哦。来这客家料理就是汤圆啦、板条啦，哈，哦，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好吃的，嗯，哦，那，啊，这个还有米粉啦，哈，哦，新竹米粉，哈，哦，新竹米粉，哦，这个都很好吃，哦，还有猪排，哈，哦，哇，这家卖好多了，哦。那边什么？那边有个市场，哎，公有市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哎，公有市场。我发现巷仔底嘛，搁一间店，哎。更可能较特别哦，吼，哦，那是差别啊。啊，那个，哦，那市场就这样子，哎，也不大了，嗯，卖一些猪肉，哎，哦，那这边市场不大，哎，小小的。这边呢，
所以要楼上。是美食街一样哈，有几个摊位啊，大家在这边可以吃，哎，有小摊位的，哎。这里就这样子而已哈，这一家可能还在用，哎。有的人不知道能够要再走进来这边，有美食可以吃。对，那边有一个凉亭，哎，外面这边也不错，一个景观，哎。北浦市场，这样子景观也不错，来到这边拍个照，那这边有一些还没开店，你是要检举的。刚才在里面多好玩，你知道吗？他说，我是要跟他们检举的吗？我说检举什么？他们说，不是要检举口罩的吗？他们吓得一跳跳，全场市场里面卖东西的啊，那吓得要命，他说以为我是要帮他们检举口罩，现在要罚3000块，不好算了。这里又一个景观。这个叫做那个碰扑啊，井啊，这个都还保留住，这如果会走进来这个市场应该都是当地的，如果像观光客的话，应该会比较少会走到这边来。他的地方就在那个警察局的旁边而已，就喜欢大街小巷全部跟他来看看，这家也是很号召的，妈妈牌，这个雷茶颜色，放在外面，水晶饺，北浦雷茶堂，有一个一样是老旧的房子，都保留住，那个都还有门牌，停车这边可以停车了，如果来的话那个开车开到最后面一点，这边有白线就可以停车，真的是古色古香，有
走进来看一下，这个都人家的住家，哎、欸，哦，这个就没有、哦、放铁了，哎、欸，哦，就这样子，哎、欸，哦，有些老旧房子都还在，哎、欸，都，哦，这个冷气也都有，哎、欸。这个好像是博物馆，哎，哦，秀峦公园、北埔老街，哎，哦，对了，纪念馆，哎，北埔老街，什么邓南光啊、哦，影像纪念馆。里面好像那个公园，这要来的话要看一下。这边呢，开放时间哈，啊，周三、周日10点到5点，啊，周一、周二哦休馆。哎，今天周四啊，没有休馆可以欣赏。哦，这就是哦。姓邓的哈、哦，哦，这里有一只小可爱，哎，哦，邓南光，哈、哦，哦，这里怎么那么多珠公，哎，都彩色的珠公，哎。哦、那边有两只，哎，哦，这是北埔的客服中心，哎。哦，好，你好。你好。那真好啊！呢，哇，头一工拄着咱礼拜人就甲你拍招呼、打招呼。嘿啊。嗯。啊，无就讲爱戴口罩啦，量体温啦。嘿啦。无法度，因为这规定。我即马50度，那要搁量一下嘛。你不会啊？对不？去到单位都爱量。无法度啊。嘿啊。政府规定嘞。我来这来了几啊十届啊，我唔捌行来到这啦。拢去遐食板条，食食就转去。哎呀，OK OK。哦，你专业哦，你专业摄影哦。没有啊，我就把它录一录，就把它上 YouTube 哈、哦，啊，就给大家分享。你有来、嗯，我们要说天赐之音，我天赐之音，天赐之音，天赐之音啊、哦。对对，天赐之音。好，天赐之音。差不多快要100片了啦。我要到处哪里玩，我就把它拍摄记录，哎，好的，啊、哦，还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用什么到你的那个？是啊，没有，你在 YouTube 都搜寻就可以了。是哦、天赐之音就可以了。天啊，天赐啊，天赐两眼天赐。对啊，我叫黄天赐。对对对对。没有啊，出来玩就把它照一照啊，分享给大家。大家没有，等一下就回去了、啊。没有，在北埔那边已经照完了。差不多，我在大街小巷，随便我走到哪、哦、拍到哪这样子。不是那个热闹的时候。对哦，是这样最好，才不会一直，才不会撞到人家。重点。对对，我是要用景观给人家分享给大家看而已。哦。对啊，我亲朋好友都会订阅啊，订阅的话他就我有照他就会。显示出来，对啊对啊，啊、哦、好，拜拜。油甘火，什么？是来油甘火。
体谅我们的哦，拍谁啊？好好好。我们有一个有干火的活动，到时候可这个是我们智慧型贩卖机。好好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像刚才在造市场那个都他吓一跳，他说以为我是要跟他选举未戴口罩，他们吓得要命。因为只要是非，我们就是政府规定不得不做啊。那本来就是了。对，安全要紧。对啊，他还是为我们好啊。是啊，这个就我们要做啦。对了。啊、你不要命，别人要命了、啊，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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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大家互相啊。还好有看到你们这样子的。哦。不过也，其实我们这边。哦，邓南光哈、哦，哎，这边也有。有。嗯。哦，那这边是邓南光那个哦里面的哦一些哦一些他们的记录的，哎。哦，里面还蛮漂亮。嗯，我、哦、来这边的免费，嗯，又可以欣赏这边的哦景观，哦，还有一些历史啊都有，哦，历史啦、美学啦、文化，哈、哦、啊背景什么，它通通有。哎、因为你们每次、哦、去哪一个景点、啊、每个景点也都不一样、哦啊、你们要去深入到、哦、里面 的地方 也都不一样、哎哦、它是影像、哦、影像就是这个、啊、好不好洗相片、啊哦啊、这边叫做影像、啊、人家怎么在那个怎么洗相片出来、哎啊、人家这些哦、都是人家的宝贝、啊、让我们欣赏 也都免费、哦、哦、1908年了、哦、1906年了、哦还有一些他们的公园，哎，哦，这一些景观也不错。哦，这里有一个导览图，哦，把它照起来，哦，那你们有来的话，哦，就可以在这边看。嗯，啊、这边有停车场呢，一下，哦，他们停车场是不是要收费？请问一下，你们那边停车场那个要收费吗？要，我们第一个小时免费，一直到12月31号，第一个小时免费，第二小时才开始收20块。哦，这样子啊，哦，那很那你拿来家哦，又赚到停车费都免费哦，第二个小时才20块。我们就是20块一个小时。啊、哦，而且能够20块两个小时。OK OK， 这边很划算，而且我们有140个停车位。哦，这样子啊。对。哎，那从那个我们的那个
台山这一进来，一弯进来的时候，就看到 Seven 的那一条路，直直走，一直直直走，直直走，从山。然后别人叫你停车，你都不要停，就上我们秀兰山。哦，那绕多少山哦？那个讲得很清楚哦，你们就可以看得到。300公尺左右，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哦，这样子，好，谢谢你们哦。啊，一些网友都很感激你们。啊，知道知道。哦，跟我们介绍也蛮清楚的，哎。现在继续拍摄他这边北埔老街这一家餐也这个是餐馆一样人家外面也做个景色那个他做他们店里的景观这一家你看江家这里有都江。人家也来这边拍摄，拍摄都是那个，介绍他当，哪一家，他们的整个过程。好，我们不是，我们全部都把它照，每家都好，每家生意都好，大家都赚得到钱最好。这一家也是，那里怎么有人潮？还拿旗子呢，这个是。这间是安怎？游览团的介绍的阮啦，香肠啦，好，我们这些北埔的景观里面的都把它拍摄完毕一个邓南光的纪念馆还有那个庙北埔的庙口很特别这是他们的全景庙口的全景以后如果停车的话你就停到那个邓南光的那个后面那边停车第一个小时免费第二个小时才20块记得要停到那边不要像我那个红线都随便停会被开罚单的谢谢观赏了